OK， 各位，欢迎回来到 DCS。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一架这个 F14B 哦。那为什么要开 F14B 呢？主要是因为最近战雷释出了这个 F14B 的预告。那我就在想，如果北约是出 F14 的话，那华约会出什么呢？华约应该是出苏二七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苏二七跟 F14 的缠斗。那今天呢，我们同样的，我们还要把这个 F14 的缠斗能力逼到极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我们的 flaps 给放下来，然后我们待会要用 differential thrust。什么叫做 differential thrust？ 也就是我们如果你们还记得，就是阿汤哥他在捍卫战士里有用一招叫 speed the throttle， 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一个招式。那你可以看这边，我们切掉我们右边的 AB， 然后跟它转，然后维持在高位，维持在高位，然后这边切掉左边的 AB， 跟它转，然后 AB comes back， 啊，你可以看，我们就在它六点了。然后 lock， 这边我们可以再用一次，切掉右边的 AB， 跟它转，可以，然后收一点 AB cross my nose，no way， 可以，这里收 AB， differential thrust，OK，okay， 接下来我们把它拖到低位，基本上就好办事了，因为 F14 在低位的 Ray 5非常强，这个是要大家要注意的。Oh my god！ 你可以看到它，它现在速度比我慢是没错，但是这就表示它画的圈越小，那它画的圈越小，就变成说它会在我们的 turn circle 里面，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跟它的 turn circle 给拉大，不然这样子会变成说它会有枪线可以指过来。你可以看，就像这边。OK，nice。而且我们现在还有 flaps down， 所以我们不用怕我们转不赢他。真的 ，F14 在这个低位 Ray 5真的是超强、啊。你可以看那架苏二七，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我们这边拉开一点距离，跟他在同一个圆。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在同一个圆的话，我们这样子会一直交错。这边改平，好，再锁定，可以把它拉进来。Oh my god! Oh my god! F14 No！ 这个就是传统线传飞控会发生的问题。我刚才差点把自己醉了。OK， 来吧 ，Come on across my nose，Nice hit。两颗引擎着火 ，nice， 苏二七 splash one， OK， 所以当你在使用这种 differential thrust 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你的飞机随时可能会失速，就像捍卫战士第一集中阿汤哥会尾旋，那 differential thrust 也会导致你尾旋，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的用这个算是战术。好，我们一样，这场 flaps down， 然后占据高位，尝试去咬他的六点。还记得我说 F14 是一个非常好的 two circle fighter， 所以 two circle 就是头对屁股。那这边 differential thrust， 我们把右边的 AB 切掉。OK，
刚刚 one circle，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没办法做什么。Cross my nose。Oh my god， so lucky。OK， 那这边一样 differential thrust。One circle。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没速度了，当然我也快没了。我们持续的 differential thrust， 你可以看到那架苏二七真的非常努力的去跟我们转。不过这边他可能有射击的机会。OK， 我们进到 Ray Fight 里，然后让我们有点速度。OK，Let's go。290有点低速，不过没关系。OK，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然后 F14 只要一到 Ray Fight， 真的苏二七就不用玩了。不过这边我们要想办法加进他的 circle， 也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缠同一个圈，他现在正在 offset the circle， 就是他在让这个圈变得是我转他的，然后我转我的，他转他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努力的去回到这个 circle 里面，然后你可以看他这边 知道我们在他后面了，他就会尝试去reverse the turn。不过这边 OK 锁定，你看这边他尝试飞走是对的，因为我们 flap down， 所以我们的速度没办法多快。不过他这边选择转回来就 OK hit， 我们打到了。OK， 他现在想要跟我们 one circle， 那这边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cross my nose， 只要待在他的六点，慢慢的收 A B， 要有耐心。OK，come on，nice splash one 苏二七 ，good job。那欢迎来到最后一场。那这一场的话，我想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如果说今天F14 不要搞这些 fancy stuff， 也就是不要搞这些什么 differential thrust 啊之类有的没有的，那它的缠斗性能会在哪？ OK， 所以我们这一场就不要 flap style， 我们也不要differential thrust，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可能会死的多惨。OK， OK， into the merge。我们如果没有 flap sound 的话，我们就直接跟他 two circle。不过在这个高位 two circle 会比较困难，主要是他可以用位能去换他的 one circle 的能力，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一直用高位去咬他的屁股。那这边就是我们必须要维持好我们的 oh my god 的能量，然后你可以看他就在我们后面了。
Okay, come on. F14 不要搞啊。你知道吗？开 F14 基本上就是跟撸猫一样。你今天不顺着 ，Oh my god， 他带我六点。你今天不顺着那只猫的毛摸的话，他一定死给你看，他一定抓死给你看。Oh my god， 不行。这是为什么要 flap sound， 然后要 differential thrust， 不然我们完全没办法转过去。OK， 哦 ，Oh my god， 他 cobra 了 ，What the fuck？ 所以我们这边要让他 overshoot。OK， Oh my god， 注意一下地板。哦，他把自己弄解体了，我的！不要再告诉 Cobra。